击。好，剩半部冠军赛 ，TP、RP、云队、LP、Game LP 老将。好，东队左兄。一回之应完全没有道理可言，加加配合基础，二强脚跟来自加加。好，三开始，自控权很容易夺得的两人开始都很小心，但是马上拿到了一个加加片，左边一二三四五，痛，两百以上的伤害。小铁三，轻攻击小铁三，保守的策略，对，看到叶子捡到了马力，哇，二小要被踢下来，难得，重拳提起，小声挑战去，连击出来，哎，他是没有事，我连跳成鬼性的阵，一全是跳中奖，对，重拳快力，重拳下心拳，小拳小张开给。那赛尔不在，下动拳，你等等。两人高抛，叶子接头吧，传过来，瞬间过来，加个 K， 来一个加个，是 ESM， 保守，小心得到 A， 保守了自己一个有利的位置。接近就见血，哎，漂亮！空中加盖被截掉，一号擦，你擦或我擦，我再来，你用擦了，我用挂了，完全不使用加盖扣子，相当危险。这时候阿碧也保守了，不用连击出，哎，漂亮！也号称鬼性能的 ES 绝招步伐，这个时候我被踢下来，小香马上拿了两个灯，压力啊！直接准备拳，对自己相当有自信，阿碧重拳相当强的重拳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好痛！小家子完全不强，重拳。二强铁三，累积资源，累积的快点，咻！做到了，前摔，完全跳了，今天发现 OK， 过步子，重拳，三跳起，三跳起，阿碧，加个肚子来，咻！一二三，六五，好快的动作。连打带闪，哎，阿碧很自知的投降，连击出，一二三四五，前不够，来这样被吃到，假修，哎，截住了，中拳截住就截住假修，好爽了，两个都要重新 resetting， 应该开始赛，快一次了吧，中拳截住就，哎，一二三四。6、7、8、9、10，一个灯这么难拿，我用到换成所有的资源。主角在旁边接近，哎，被爆了，中奖，追加 ，Rising 加卡，一二三四五，好痛，请小三进加位。没错，阿东的鬼性能中奖，最初中冠。去啊！四个灯就有小象戈壁，不要生气。